开拓者乘坐星穹列车驶过宇宙间的万象世界，下一站是梦想之地匹诺康尼。我们来到米哈游，探寻匹诺康尼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，会见专业编剧。听说烧鸡老师是药学专业出身的，这个跟匹诺康尼有什么联系吗？啊，聆听工作心得，最烦那些模棱两可的需求了。发表深度锐评，就这样。见证同事操戈，跟我一起走进崩坏星穹铁道项目组，见证这场开拓之旅的前方究竟会有怎样的惊喜。Thank you.